我是小姨。能不能别叫了？暂停。又是一个美好的早上。爸爸总喜欢说一家人要待一块儿。不愧是我女儿。牛，安全带模式。现在我们四处寻找我们心目中完美的家园。我的妈呀，这是啥？会不会是世界的尽头？好了，我死而无憾了，送我上路吧，大毛。你们不奇怪吗？这些果实全都长得这么整整齐。太厉害了。我以为雪巨人好多年前就灭绝了。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。谢谢。哦，我们是文明人家族。文明人重音在文明上。这是你们的家吗？地方还真是不小。嘿，小小是女孩？对，那就是小姐妹了。我还从没见过同龄的小姐妹。我也没，我也没。我们该干嘛？小姐妹之间在聊什么？我们的声音怎么变了？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？我不知道雪巨人能不能在现代社会立足。你有什么烦恼吗？这个地方把大家都变了。干！汤哥整天就盯着那个框框看。这会儿不行，道格老师，我在看鸟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鸟不是看的，是用来吃的。你可是我的人生。你手上是什么印子？就是个伤疤。每个伤疤都是一段冒险。还有一个，连我爸爸都不知道。哇，花生脚趾头。他们不让你去墙外面。对，这个地方就是你们家的洞穴。你也跟我一样。看见那堵墙了吗？看见了。想不想跳过去？想。等等，放心吧，就一会儿没有人会发现的。你带小小去兜了个风，他们建墙是有理由的。好像不妙。一家人待在一块儿才更强。我也是一个父亲，我也很担心我的女儿。什么声音？绝杀阵型。今儿个黄泉路上不孤单。啊！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们把你当成来吃我们的猛兽了。绝杀阵型摆得好，不用道歉。等等，什么？你也拿树懒当配饰？我也拿树懒当配饰，它叫皮带。我的叫腰带。